好，现在继续在这个小区这儿走一走，真是奇花异草啊！看这些天堂鸟的这种草多漂亮，形状就像鸟一样，近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准备是走到那个，沿着路一直走到水边。看这个加州的人家里的花花草草，简直太美了，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。我们是沿着这些小路，就可以直接走到下面的海边了。都是山路一样，但是很好走。Sails in the sunset.